女人我最大。其实我们要跟你分享的，大家都不藏私，就把我们最丑陋的表现出来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就说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一个元素它就会帮我变成很胖、很肥、很丑。我可以讲这个东西，就我们就叫他叫猪队友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他们两位有吗？孙华老师，当然有啊。你有哦？有。好，那还有吴宇老师。嗨，大家好。老师好。我更有，你更有哦。我无敌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两位老师的猪队友是什么。好。孙华老师，你的呢是什么？哪里？这里，这里啊！这一点都不足。这里，哪有？这五五身哎，拜托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那个五点，真的啦！你等下看到我的，千万不要大笑。可是我必须讲，你看哦，我本来以为老师的头是有放大的，对，你有吗？因为老师的肩膀，其实后来我发现他没有那么。大哎，他的肩膀，他肩膀很斜，是不是？我肩膀上宽的，所以很容易变头很大。嗯，对，他有点像站在立牌的后面，只有头是他的。对啊，好会讲啊，现在来报复是不是？而且那单位你这样才开刀房出来的。哦，好，你也会讲，我记住了哈。这个还好啊，这个是因为我手举起来。我要先讲这个呢，最惨是呢，我还穿过两次，一次是在这个节目，一次在我的直播。然后呢，就已经有人留言，在我直播就有留言说，你身为一个造型师，你怎么开穿五五身？然后因为我没有习惯会回看我以前参加过的这个，我就不太敢看我上节目，所以我就为了这句话，我就上去看，之后我的妈呀，我简直生不如死。我觉得这张比较老，其他的没了，这光也不行。但是这个真的是胖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看不出来，是因为我还很聪明，把手举起来。你很喜欢把手举起来？没有，我现在举不起来，我现在五十肩了，真的举不起来。真的很严重，我现在举不起来，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子。再见，这样真的啦。我 FB 上我已经去，我脸书上我都已经去那个打看医生了，都要去针灸了，好惨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你肩膀很宽，然后对，而且这件还是迪奥，这件毛衣是30000多块钱。讲出来哇，没有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问题。因为呢，我后来发现了，其实我根本不能穿这种，就是下面宽一些，然后收起来的，不行，因为我肩膀宽，所以你收起来的时候，你上身就整变得很壮很胖。好的，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。好，我先密拍一下哦，这个猪队友，我这是过没多久我就认识了吴依林了，对，那时候就是长这样，进化史。哇，那谁有没有假的是你哦？对啊，两个都他，两个都是我。等一下我看了你照片，我就觉得我太爱惜我自己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都在进步中，尤其是就是上了女儿我最大以后。她几公斤啊？好，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几公斤哈。你现在几公斤？我现在51、52。哇，比我还瘦。瘦。70。不会吧？几公斤？这还不是最胖的。70。这还不是最胖。真的不能太胖，太胖看起来很老哎。对。你这样看她大概几岁？那应该45吧？对，45左右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而且这样生了很多孩子的，你好烦哦。那时候的吴依林几岁？哇，18岁。他是刚当设计师的时候，18岁长这样。你等一下看旁边这个，你猜。这个真的很胖，然后他更胖。这个看起来是他的妈妈吗？对呀，还是两个是同学，家人。剪短，而且那时候很胖，超胖。我真的觉得人不能胖。几公斤？你看一下，快80有，80几，最少有85公斤。好，那个时候的吴依林几岁呢？现在好正哦，吴依林。对，很年轻啊。我高二，怎么可能？真的。他高二，他在学那个竖琴，他在学。我是竖琴社的。你那时候才大我女儿，现在1岁哎。我以前老师现在真的，我的猪队友就是自己年轻，减掉了一个小学生的体重。是告诉大家，就是每个人都有可以改变的机会，对不对？真的很重要。大概跟现在差35公斤有。我好想真的减掉一个小学生，人家都还会放好，你就直接把它丢在。我最胖的腰是32，老师直接把它丢在三十，直接送走。裤子要买到48、50。天哪，我很难
难想象，好难想象哎，尤其是我的腿，他是慢慢瘦下来，慢慢的。我要分享的我的猪队友的元素呢，就是在我的身上。这件衣服呢，其实我没有，我跟那个芝麻讲，就写这个主题的说，我最不敢穿的就是接近肤色淡色或者是什么卡其色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驼色的高领。穿黑色的更恐怖，黑色高领更恐怖。我先把我这些饰品拿掉，如果我没有这些饰品，会变很肥很壮。胸部看起来好大，你胸部好大，而且你的胸部好大，上面对你只贴胸贴啊，你没有穿那个，对，我不穿胸罩，没有穿胸罩，超辣的，对，好辣，但是我的。你这胸罩是你不是不胸罩，你这胸罩，你这个胸是好多人都想要的。对，这个意思。今年不是很流行穿这样的衣服？然后呢，塞在裙子里面。对对，我就不行，我就会整个就是你知道，我也不行，就是很变壮了。对，我也不行，我们两个都不行。不行，我如果穿黑色的，我是不是这里会更四肢很细？对，我腿也很细。对，我就会整个身体就真的很像筷子。然后我这整个脸就会很圆，就会很恐怖。对，就像贡丸，就贡丸差四个牙签。是啊，对，我懂，就会很好笑。对，可是这样配起来蛮高干的啦，就绿色。可是这样配起来还蛮好看。那是因为现在流行啊。对啊。我自己不会穿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恐怖，穿这种衣服，非常。